可以可以过一块蛮好吃。吃晚饭了啊，农村就这样啊，没什么好的。但这两天大骨头也吃够了，吃个不一样的。这个炒的羊杂特别辣，哎呦，现在我鼻子闻到还辣。这个是猪肉炖粉条啊，然后这个是土肉啊，兄弟们，好菜配好酒啊，风云降户龙腾啊。哎，半杯，今天啥喝多了？半杯啊，已经睡中间了。已经还有的人说还不给我爸倒满。他叫倒多少就倒多少啊，半杯半杯。他中午刚喝完啊，中午 K 多了，感谢酒花啊，够吧？不够，再半下半下就。OK， 这够了。啊，这差不多。谁喝过再弄瓶啤酒？我少来一点。我就这么多吧，今天多喝点啊。这来吧，敬你一下，来，我少点啊。今晚上我也就舍命陪君子了。你陪老头子还舍命陪君子，我是君子吗？陪你爸都能。可以可以。那呛下来给一张渣啊，特别辣。我硬 K 过一块，蛮好吃。老师，可以，越来越像炒，这样一炒越不圆润。这个酒啊，是由现任的茅台的特级酿酒师啊李长寿酿制的，他也是那个李清华老师唯一的儿子，喝起来还不错吧？好感，好感，这炖起来也差了分四多岁了啊。这个，你看，吃点素了，这两天还想吃土豆，要吃下去。我吃点米饭吃吃啊。这个很多网友啊都说了，你天天搁外面吃，你把家里弄一下吧，家里装修一下吧。这个我爸，我以前就是好像几年呢，几年在带着长寿的，那有十几年了，现在十年前有没有？有，大概2012年、2013年，我在常州带他去单独给你的房子啊，3室1厅，单独给他住了。住了半年，本来家里地都扔掉了啊，去住啊，住半年不习惯又回来了，哎，懂吗？再说我们这农村就这样，懂吗？家家户户都这样，懂吗？这个而且这个当地方也不让建了，是吧？不让建，也不让建，哎，要不的话，我爸早就弄了，但是他不让弄，因为这个要什么？要拆迁，要拆迁，弄了个新农村啊。我以前带他去常州的时候，他是。去刚开始去了也不习惯，是吧？不习惯，没有邻居是吧？没有朋友是吧？语言狗不好沟通啊，语言不好沟通。他们说你们常州人说话不懂，我也不懂。哇，这个羊杂真好吃，还行吧。今天也干不了，我的人米饭，主要有冰大量少的。晚上就少吃点是吧？就那边。
别叫了，兄弟。这个酒啊，我已经不知道喝了多少瓶了啊，喝了十几瓶了有了啊。有一次不小心喝多了，他第二天头一点不疼，是吧？而且就不上头，而且不耽误我做视频剪视频啊，而且这个口啊一点也不干，哎。反正你能喝你就多喝点啊，喝什么呀就什么呀这就。嗯。油有点放少了，对了，应该还得多一点油。嗯，咱就吃吧。我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我酒量就小，反正也能喝一点。在我们当地，头上的麻雀都能喝三两，兄弟们啊！哇，嗯，好几天没吃米饭了，都吃了大肉啊。嗯别叫了，兄弟，来，我再来一块，一人一块，走吧啊！别叫了，兄弟啊，去吧啊！都给你叫头疼。嗯，那你辣度还得小，再辣啊，再大点。嗯，但是蛮好吃。这个萝卜还挺好吃啊，我们那时候像你跟那连根筋吃到一点，嗯嗯，就是这个我爸讲的意思，就是他那个他跟我这么大年纪，这个菜只有过年才能吃啊，那真要过年的。现在多好，这些腊肉菜像我那年龄，那上小辈家年龄，完了难，年龄才能吃到这样的。嗯，你看，烤一个，加油。而且这个酒啊，喝起来很顺啊，一点不拉肠的。对，它是用六年的基酒搭配8到15年的老酒勾兑而成的纯酱香酒啊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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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干下去了，嗯，干下去了，我这是啥？我要喝瓶啤酒啊！哇！